矮板子，好像是那一场。嗯，有一期特别好玩，尝试灭门的时候，不是我要去搜那个薛洋的身嘛，然后就拿着随便，但导演当时也没说那个随便要怎么办，我拿着随便也不好搜，然后拍的时候我就鸡胸在我旁边，然后直接就把那个随便来帮我拿一下，来帮我拿一下，因为我们走戏没有走这一段，然后他就是，嗯，他也很聪明，就在那个角色里面，